的二十三。当中来说，其实他们止步在这一个阶段都会非常的可惜。是的，上一届两个选手都是懒得跑了。其实这三位选手上一次出现在跑机甲赌完美撞墙，跑严军还要赌。当时的是风云沈、淡泊风仔，还有 VCA 的阿生。对，而那届 VCA 是拿到了那届全国车队无所谓了，妈个蛋的。嗯，谁爱跑谁跑去吧，反正我告诉你可以二十三就对了。确实还是很梦幻，而且还差得远。强势啊，而且刚到极限的话，二三点五都可以刚出来。外卡赛非常遗憾，完美撞完美落地没出。前面有失误，前面失误零点二以上。完美落地没出。离开我们的舞台以后啊，这个阿妮昨完美落地没出一个，完美落地零点三。就还在继续征程的选手们都能够继续。然后最后啊，最后那个拐弯也拐得不极限。裁决随便二三，你让人去跑啊，我不想跑。我觉得裁决跑二三没这个车容易跑，是 S 一分仔，不是很好吧？到后面稍微调整回来了，但是还是没顶住压力吧。蓝图这么多动力点，裁决有什么优势呢？裁决就只有一开始那里有个优势，直接放 CWW， 还是好，没有优势了呀。自己的领跑吧，还有跟我不想跑了，老妈老子心态崩了。到这个阶段，妈个蛋的，气死我了！摁去延时是吧？好好睡觉啊，就摁延，好觉就起来打比赛。跟他试一下练图比较少吧，但是这你妈就摁岩，操，也是被他淘汰了。这一届好好努力一下吧。冰魄还是算了，冰魄啊，希望他加油。哎呀，冰魄的话可以二十三，我感觉下下一场比赛啊，但是很难吧。冰魄那个车，哎呦，冰魄我感觉也可以二十三的，啊，冰魄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跑法。